新专辑。我跟你们报告一下，新专辑已经进行了三分之二，很快很快，就会跟你们见面。我们心愿从讲心中的嘛，对不对？心愿就是讲心中，就是因为讲心中，所以名字不用改了。对，就不用改。OK， 你们今天想听新歌吗？想听。想吗？声音好像……要问一下我们团长啊。对，问一下团长，团长不可以唱，我要回家了，我想唱。不可以。团长说不可以，怎么办？啊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开玩笑。当然可以，我们再来一遍好不好？再来一遍好吗？想不想听我们新歌？你们会买正版吗？对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买一张正版，好不好？我们才会唱哦。没错没错，可以吗？可以可以可以。而且呢，有最重要的一件事，最重要的一件事。好，什么事呢？就是我们要在现在就唱新歌给大家听，但呢，因为这个新歌呢没有 MV， 而且没有剧里面的主角，所以我们现在要真人启示。后来刚好我们下午开会以后，我们就有一个结论，有什么好真人的？今天大家今天来的观众朋友呢，你们每一位训练团的歌迷们呢，各位好朋友们呢，你们就是主角。所以呢，等一下呢，要尽量的挥着你们的那个棒棒糖，不是棒棒糖，太大了吧，太棒了，加油棒，加油棒，加油棒，用力挥。因为呢，你们每一位呢，都会出现在训练团这么久。这么四年，新歌里面的主角，你们都会出现在里面，所以要尽量的摇你们的，加油吧，好不好？好，再摇啊！那待会那摄影师会拍你们，你要一直摇，啊！而且呢，这首歌呢是全地球，哦，应该是全地球啊，宇宙啊，全宇宙啊，各位耳福，你们第一次听，真的，除了你们以外，没有人听过。今天所有到场的人都是我们这首歌里面的主人翁，你们都是主角，所以我觉得我们都非常开心，对不对？好，前会长说把这首新专辑的新歌送给你们，取名呢叫原来，原来。
我们可以插句话吗？可以说。干嘛？